由于上门拜年的人数受限，那不少人决定到购物商场逛街用餐。政府网站显示，全岛至少13家商场在下午时分出现了拥挤情况。来看记者陈韵儿的报道。午餐时间还没到，位于玉郎东的 GEM 购物中心已涌入大批人潮。尽管部分商店在新春期间不营业，但没有影响访客逛街的兴致。主要只是来吃午餐就回了，然后他也是蛮开心的，就能出来逛一逛。我觉得外面会更热闹一些吧，因为每天拜访的人数也有限制，也所以就趁白天出来走一走。我们就刚好五个人就在外面走走，吃点东西啊，就各回各的了咯。我刚刚走访了这里的4家商场，发现今天的人潮里头有不少带着小朋友出游的家庭，他们主要聚集在这里的餐饮场所以及超市。另外我也发现有不少售卖衣服的商家今天正式推出高达8折的优惠，希望刺激买气。在怡丰城人流量也多，下车处持续有德式和私照车驶入。受访乘客表示，今天照车的情况比昨天好，但因为需求上升，私照车车资暴增5成到1倍之间。我们坐的士 call 的士 OK， 应该是很快而已啦， less than 5 minutes。 Today was not so bad, but yesterday I have to try like 3-4 times to get a grab。 比平时贵一些，但是我觉得还好，还合理。对，因为可以理解说新年比较多人会团聚，所以可能没有这样多的司机。好赚是不会啦，只是路程它是远途比较多，路边的比较少，都是用 grab 的比较多咯。因为通常这个时候每个都是在家里叫车出来的嘛。康福德高答复本台询问时表示，大年初一的乘客量比起前一周有所减少，相信同公众在春节前赶紧外出办年货等因素有关。不过商场、公园、动物园和赌场等场所的需求在这期间持续走高。